一场，不行。嗯，为什么？我们需要休息。再说大家没有输赢，不伤和气，不是更好吗？哎，对，这样节奏最好了。你们怕输？嗯，不敢赛是不是？那何必来这儿出丑？我们并没有输，有种就分个输赢。望八山先生，武林同宗，四海一家，中泰友谊深厚，何必一定要争胜负呢？